结束对奥运冠军何冲的拜访，以及杨涵弟弟的篮球比赛后，左婷也迎来了自己的舞蹈汇报演出。下面一个比赛曲目《小牧民》。跳舞是一件我喜欢的事情，我想要站在舞台中央，播上电视之后可以让妈妈看见。一、二，对了，再来三。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要付出努力的话，我不会感觉到辛苦。自己离梦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。